这个，15到20分钟吧。我就举累了。8个颜色。机器有没有 TK 呢？不知道啊，刘明关机了，他去上海了，明天再说吧。但是有，我上次听他说的，他说就这么分吧，现在是销售多少钱，媒体多少。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销售分点儿，维修分点儿，然后公司分点儿，是不是这样的？这绿色还不错。我跟你说，打这么大的字儿啊！他要打呀！没有，这拍视频的。有。那种就是都是红外光做不了的，还是绿光或者紫光，绿光都不一定能做这个。对，拿紫外线。像这个的话，什么激光估计都做不了。这个和那个东西，什么激光估计都做不了。这个。像这种一看就有点像蜡一样的东西，就啥都做不了。这个呢？这个用绿光是用紫外是很好做的。那这个咱们做不了吧？对。要打黑是吧？看起来好像挺好打的，但是打也是100公里都打不动。跟码数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跟它吸不吸收有关系。咱们 M1 的30瓦的设备卖得多吗？卖多，好多药，但是就是做得慢呢。做一个得多长时间了？你得先跟他说。先跟他说。对，就是先有单才做。哦，要不然不做，不备着呢。基本上不备。我都不知道有 M1 三双。最近出来的，最近开始卖的。贵呀、啊。这是打的印的。印的。跟他说，这咱给他打。没事，打完一个不好多久。真不能那么干。创新岗这块的人叫曲阳还是曲阳说口碑不太好。对，什么口碑呢？人品。你就说那个，就刚刚那个福瑞德的那个女的说的吧。没有，是老李的，昨天被怼了。老李？哦，那个春雷激光是吧？嗯。春雷激光跟我们公司有合作的。是咋合作的？就是买过我们激光器啊。对。一博说他不知道哪个客户是买30台送一台。是的，不是，这是打了2遍吗？
打两遍才能出来是吧？他不知道吗？二十台送一台。不知道啊。这不房签的协议都会有啊。谁签协议发二十台送一台？现在大客户协议是100台返点。100台返5台嘛。100台返5台就相当于2台送一台嘛。但是100台返那啥？返钱？返代购券？不是，返5个点。100台返5个点就是5%吗？啊，这是5台吗？是，他只返机器不返钱的。那他是什么错呀？他是返现金的5%，就是比如说总价值的5%，但是你不到100的话，你不可能20返1个。我知道，就是这个意思嘛。我说你可以谈，如果你觉得这边难做，你看老总能不能给你这个优惠吗？20，因为这边客户没有哪个客户能买100的。问问何子峰吧。估计不得答应。嗯？估计不得答应啊。直接问刘总，刘总估计屌都不屌。对啊，那有啥意义？你说问。你要是买100台返5个点，这边有哪个公司可以签？估计顶多新天他可能能签的，别的公司有哪个公司会签？是，说的是呢。深圳好多是签订协议的，你知道？一般签协议之后，买我们机器的概率特别高。对啊，我打算跟他签一个，做单，或者说，也不行，让别的客户从他那儿走货去，也不太好弄。春雷走吧，春雷不就干这个吗？啊，让春雷走吧，春雷不就干这个？就是把货发给春雷，然后让春雷再卖给下面人。对啊。春雷有人吗？春雷？对。他不装啊，就是卖等嘛。我说他有 log 没有？哪个？有业务跟没有？业务跟？可能有业务已经跟了他。啊，有人跟着呢。可能的话，因为我听过这个公司嘛。那个，我听何楚峰说，就是下个月。一些客户就转到我这儿了，那我得跟后厨工说一声，谁手里有，你是不是下个月都转运？给他发邮件，他不理我。我只是峰哥有峰哥，基本上很少在公司，他老他很少看邮件，他手机就能看邮件。你不看邮件，谁还没事看邮件？有微信不发了，发邮件，你们这么正规干嘛？必须得正规好吧，这是证据。我这些问题我都给你反映了，你这些东西都不给我反馈，那我干不好的话，我就有借口。没借口啊，做老大的很少回邮件的，没有几个哪个老大喜欢回邮件，装深沉的呗。对的。就我们老大喜欢发邮件。刘总、黄总，你们都是有如果有个人有个干了好久的人辞职了，那个就发表一下言论，是吧？在公司待了这么多年，而且最终还是守住了留下的约，好。
哎，然后刘总说好，下面黄总说好，发这些东西，我操！我感觉就有时候他就刘总、黄总，他有时候那种正经的事儿，他不敢听稿，老是改这些小玩意儿，比如说就说别人的邮件里面聊点，有时候也在邮件里面聊点别的事，然后刘总看见他说不能在邮件里面公开聊这些东西，说这个东西又不能干点什么事，还管这个闲事。最后这啥字儿呢？不知道。我这估计得400道吧。这个跟这个有啥区别？一个红，一个是红色的。Thank you.